新十条发布后，中国各地在无预警、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迅速取消此前实行三年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措施。然而，一夜之间的政策转变立即导致中国各地疫情爆发，各地医院、诊所均出现就诊爆满等情况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视频。您这好多都不插管的，在这儿了。来，给我过去。老太太，你给他打点点滴，然后上上氧气。没有氧气了，你能听懂吗？我没有氧气了，氧气瓶全院氧气瓶我都借光了，都在这儿呢，都用着呢。病人太多了。所以您还有血压，你要想插管，你就找个能抢救的地儿。您说我们在折腾，这老太太还折腾得起。同仁，这儿没有插管呼吸机了，你知道吗？同仁那儿得隔一条马路。同仁那儿行不行啊？没有了，不行啊，救不了啊。这儿还有血压呢。是啊，我就说你不是还要求插管呢，我这连插管都插不了了。这没设施了，氧气也没有，药什么没什么。对呀、啊，都在这儿，你看见了，这不是骗你的，好吧？你这幺二零没走，你赶紧转。这么大医院就没氧气，都用光了。这么大医院，这么多少病人呢？以前哪接诊过这么多病人啊？大夫，喂，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条，是我们现在这排队，排队吗？不是，大姐，那边，那个楼最初这个楼，过一下。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，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。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。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，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。阅读更多内容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